为着要来响应着世界清洁日，嘉义市政府环保局七号伫咧江北运动公园举办着“爱家总动员，代代永续，家园美丽”的活动。除了有环保志工含在地的企业组队来进行着街道打扫，在会场阁设有循环经济展览的展台、定向越野、冲关游戏等等相当精彩的活动设计，希望借此来传达着本色减量、资源回收的重要性，也让环保政策的推广更加丰富及有。响应世界清洁日，嘉义市环保志工小队结合着在地的店家和企业，分作三个队伍来进行着街路的打扫，以实际行动维护着市容环境的清洁，嘛为爱家总动员，代代永续，家园美丽的活动来加快速播。环境清洁不只是变本色，日常生活当中所产出的各种废弃物，也是环境污染的来源。所以嘉义市政府环保局，伫咧今年特别以二手地回收再利用来作为主题，号召着市民朋友捐出厝内底假的二手地啊，提供到卖场消费民众来免费使用，和市民对日常生活当中落实着资源循环再利用。今天的活动最主要是要响应世界清洁日的活动。那我们环保局呢，规划了从一大早就从周边的环境做清扫，然后再到室内的活动有环保的宣导，跟我们的环保经济循环的使用，然后还有户外的定向的越野，然后我们也希望把这一种环保的理念推到各里去。那在这里呢，我们特别要呼吁，就是这两三个月来，每天下午都会下雨，而且下雨都会强降雨，那有的地方都会积水。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各位里民能够透过这样的环境清洁日的活动，那随时把自己住家的环境的排水沟的泄水口要清理好，把积水的地方把它弄干燥，才不会有造成蚊虫的滋生、发生登革热的情形。那另外，我们为了环境的整洁，也希望我们的民众对于路边的小广告跟路边的环境的脏乱都能够随时来协助来清理，那共同来维护一个环境清洁美丽的嘉义市。活动现场设有着循环经济展览宣导区，以保特瓶回收再利用做成一系列的环保生活用品。透过组织基金会的规划办理和改水导览，让民众实际看到本色变作黄金。另外，阁有卫生局、消防局、财政税务局和十处的资源回收站共享盛举，在会场外口同步进行着定向越野的比赛，将闯关游戏结合着环保知识，透过着规定向市民来传达着本色减量、资源回收的重要性，也来提高着民众的接受度。最新新闻，杜定孙、王小山、嘉义市采访报道。